演出前仔细叮咛演员注意细节。他是永乐国小歌仔戏团指导老师周楚云，因为参与乡土教材教师研习，跟着国宝歌仔戏艺术师廖琼之学戏，被老师传承艺术决心感动。2002年在学校成立剧团，一教就是18年。即便退休后，还是每个礼拜天陪孩子练戏。我们成立了第19年以来，确实，有一些孩子呢，他本身是非常有兴趣，而且我也发现有一些是很有天分的孩子。那我想这些孩子呢，真的是传承我们戏曲文化的尖兵。歌仔戏基本功，从唱腔、念白、跑场到走位，周楚云全都倾囊相授。就连学生最难入门的台语咬字，也是耐心的一字一句教。要他们用闽南语来发音，要讲得很准的，是有一点困难，所以我们就会针对几个跟国语比较不一样的发音的方式的字，都会特别强调。小朋友光要记台词都很难，何况还要用台语边说边唱，在台上忘记台词成了家常便饭。因为我在演的时候，有时候台词会记不起来，然后拖延一下时间想一下。还好演员们个个身经百战，遇到卡关总有应变之道，这也是儿童歌仔戏团才有的可爱之处。而他们不只经常在邻里社团演出，还受邀到国外表演，逐渐打响剧团知名度。在我们的索票讯息一贴出来，几乎是2-3小时就被锁完，所以这一点倒是很感谢观众对我们的支持。有你们的支持，那永乐歌仔戏团就是我们走下去最大的动力。做得真辛苦啦，我就跟他说，有苦就有甘啦，有一天，大家社会肯定，这就是你的甘味啦。辛苦付出总算有代价，永乐国小歌仔戏团现在累积很多死忠粉丝，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到剧团学戏，尽早启发学生兴趣，为艺文界再添生力军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